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，是刚刚登陆 Steam 平台的这个《沙石镇时光》的抢先试玩啊。那这个前作这个《波西亚时光》也是一款非常受好评的这个模拟养成类的游戏啊。那它的续作《沙石镇时光》终于于今年也发布了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，看看续作比起上一代来到底做了哪些改进啊。来吧，一起进入游戏。创建人物是吧？小明可还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选个女角色好不好？算了，还是选男角色吧。然后改一下名字啊，改一下名字，就叫林迅了。好，我们下一步，选一下这个造型啊，皮肤，搞一个黑皮，哎，太黑了，不好看。就这样啊，脸颊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这大饼脸不行啊，这个要好看一点啊。头发我们来看一下。选哪个呢？选一个有刘海的吧，波波头。哦，它这个是几个结合在一起是吧？感觉不好看，还是这个好看。马尾，来一个这个，来个小马尾好不好？双马尾，哎呀，但是太变态了。来个这个，来个这个双马尾，好吧？头发基础色我们来看一下，红色，来个绿色吧好不好？这绿怎么这么深呢？来个绿色，对，头发的高光，红配绿啊，来一个红色，红配绿是吧，赛狗屎。哎，来个这个，可以有点像那个 OK， 就这个就确定了。眉毛，眉毛这就不改了。鼻子看一下，哦，鼻子的大，鼻子的高度，鼻子可以大一点，鼻子的长度感觉有点奇怪呢，怎么？不够挺感觉。OK， 感觉好像没怎么变哦，变了是吧？太大了，太大了，有点像成龙了。OK， 嘴部胡子不要了，眼影、腮红这都不要了。我们的生日，我的生日是农历的5月20啊。夏天，那就是夏天的5月20号。OK， 确定。这种模拟游戏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只有4个月啊，都是只有春夏秋冬4个月，为什么不能做成按照现实生活中一样12个月呢？对吧？沙石镇招聘新的工坊主啦！哎，感觉我们这个发型很酷炫啊，非常潮流，有没有？这一座的画面感觉好了很多啊，有那么点2A 游戏的感觉。哦，这个特别酷的这个戴帽子的人是谁？沙石镇时光来喽，酷哦。啊，我们的眉毛也是这，他还举了个这种牌子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笑死了！你好，你就是新来的工坊主吧？哎呦，配音啊！是另一个新来的工坊主，啊、昨天刚到这儿，是我们的同伴是吧？很高兴见到你。我是来接你去商会报道的。
老工坊主和商会会长都在等着我们呢，可别让他们等太久了。来，你还不熟悉路，跟着我就行。 OK， 跟着他走啊。这边这边。怎么跑呀？哦，二 T 是冲刺。瞧啊，咱们另一位新工坊主终于来了。这个是商会的会长，请允许我先做自我介绍。鄙人便是沙石镇商会的会长严。我会负责监督你和米安的日常工作，但别把我当成你们的上司，当我是你们的工坊老前辈就行。我身边的就是老工坊主梅森，你们应该已经知道，梅森他就要退休了。啊，看到铁轨对面那座工房了吗？可以啊，那就是我们 的，现在属于你了。以后就是凌迅的工坊了，以后你就在这儿好好工作，为我们商会出力，也是为了这里其他的人吧。好的。嗯，对了，梅森，作为沙石镇的老工坊主，你也来跟新人们说两句吧。这座的配音不错啊，好像是找的那个怪物细胞那个配音团队做的。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，还蛮专业的，毕竟我也快走了。对了，我的工房现在就归你了。梅森的声音很性感啊。有些日子没开工了，有点乱，但毕竟是我经营多年的地方，基本的东西都还是有的。我也没别的要说的。待会儿我们去一看就会发现，你们贯彻好特里西亚精神，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在蓝月亮驿站喝驼牛奶的日子可不多了。他一直都这么随便，别在意。说正事吧，虽然你们俩都已经是正式的工坊主了，但在我们沙石镇工作有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。让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沙石镇没那么多树可以砍，但可回收的金属和木料资源到处都是，要回收它们就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工具。多用镐。多用镐。这多用镐跟它名字一样，用处可大，既可以凿石头，用它也可以回收世界废品也行。用它回收旧世界废品。嗯，这工具造起来也不难。收集石头和木头，在工作台上就能听。可以啊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石头跟木头在哪儿呢？听上去确实不难。工坊附近的废品堆里。工坊附近的废品。那我们就去看看梅森到底给你。那我们跟着他走啊，去我们的家看一下。还可以跳啊，这座指引好像做的也不错啊。梅森的工坊得把这个牌子给换了吧，以后这里就是我凌迅的工坊了，对吧？确实没几样东西。但至少工作台还在，你可以用它制作多用镐了。 OK， 你也知道，我们去看一看。沙石镇在整个自由联盟地区都很有名，这里建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面，各种资源都特别丰富。行吧，等我们造好了多用镐，就能用它回收废品，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。这里就是一个沙漠中的城市啊。我还想跟你说几句私人的话。沙石镇在走下坡路。我来这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对我来说，这是个证明自己价值的大好机会。我想三年之内让沙石镇重回繁荣。我们来做一个工坊主，好了。压力有点大哦。我也得回去做我的都有。OK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工作台，在这儿是吧？这里是筛选栏，可以根据需要筛选不同的类别。OK。道具列表显示了该类别下的可制作物品。OK。需要四个石头跟两个木头，对吧？那我们得去找啊，四个石头，两个木头。这需要斧头才能收集。我们先去看一下垃圾堆。OK。找到了一个木头，两个石块。哎，好像够了呀，是不是够了？好像这个比起试玩版来要简单了。
直接制作了啊，多用镐，采集伤害10，挖掘半径提高9%，体力消耗3。OK， 点击空白处退出。那我们现在怎么装备啊？已经装备上了是吧？但是这个好像现在还用这个石膏好像不行。回复延安，走吧，去找这个延安二 B 哦。直接锤是吧？找一下我们的这个延安商会，哎，商会这里怎么还贴这个通缉令啊？让我瞧瞧。哦，一把漂亮的多用镐，这可是工坊主的灵魂，千万别弄丢它，知道吗？哎，不过就算弄丢了，我想你也知道怎么造出第二把了。接下来我就要讲讲废品加工机了。废品加工机一旦做成了，你就可以把收集到的废品放进去。Okay. 废品加工机需要在组装台上组装。组装台上组装。拿好，这是图纸，你可以在你的工坊主手册里面查看。好了，准备开工。走吧，我们去造一下我们这个。哎呦，但是需要的材料有点多，我看还需要石槽什么的。石槽、木头、砂轮，来吧，拾取一下。哦，这里好像也没有，我估计石槽什么的可能要我们自己做。哎，那边有红蚁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打呀？想去打一下它，来打一下。哇，伤害它血好高啊，打不了。好吧，我靠，你敢追我？你干嘛？你要追到我家来？木质废品，这可以，这个好像凿不了啊，用这个多用镐，这个绳子可以捡起来啊。卧槽，他追到我家门口了。好，走了。工坊手册里收集了所有已拥有的图纸。OK。需要石槽。石槽需要12块石头。然后又多用镐敲点石头去。然后木头3个。砂轮2个。砂轮需要10块跟砂石。石块和砂石。点击这里开始组装。 OK， 哎呦，那我们得去找东西啊。看一下石槽需要6个石头，砂轮需要4个砂土，2个石头，那我们得多去找点石头啊。走，找点石头去。这搞多少块石头？10几块。这怎么好像也没看到能找的石头。哦，这可以打。来吧，砂石10块，好看。哦，等级提升了，好棒。哦，这个砸不了啊，这个等级现在还不够。牛质，哦，这个可以捡，这个可以，木渣堆直接拾取就行。木头，木头也够了，那我们应该可以了。我们回去看看，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多少石头啊？石头有13块，11块，够了。小屋，我们直接跳进去是不是也行？再看一下需要什么？石槽2个。木头、砂轮2个 ，OK。石槽2个啊，石槽制作，哎，砂轮好像也要2个。哦，沙子不够，沙子还需要，沙子不够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砸了吗？这个可以砸了。哦，
哇塞，多用斧，哎，有斧头嘞。斧头是不是可以攻击比较厉害？多用斧除了可以收集植物，还可以收集木之类的。哇，可以收集植物啊！哦，这居然是个怪物啊！哦，这个打不了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工具等级有点太低了。哦，这个得用斧头。还得去找点沙石啊，沙石不够。这是什么？沙面虫。哎，哇，还要抓是吧？插这么多虫子干嘛？找找，哎，这个有。哦，这个不行，这是硬石。这个应该是沙石。好，捡到了几个沙石，一个，再捡点啊。好，应该够了吧？这边还有两，往前点。哎呦，我们的体力耗得好快啊！你看那个中间下边那个体力，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半的体力了。待会儿我估计干完了这些活就该睡觉了。好，沙石应该够了啊，回去。哎，我们的工坊嘞。在这儿。这米安，为什么你在这悠闲的散步啊？为什么我就要在这干活啊？沙轮两个啊，哦，可以了。好嘞，都做好啦，我们可以组装啦。哎，怎么组装来着？取回。哎，怎么组装？哦，在这儿。食槽 ，OK， 沙轮，哦。哎，食槽还少了一个是吗？食槽好像还少了一个。那我们再来做一个。做好了吧，全部取回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现在是好了吗？组装台，嗯，为啥刚刚好像没做好是吗？木工工坊手册，木头，食槽，沙轮，食槽。哎，这不是已经组装好了吗？为什么不让我们用啊？哪里没搞好啊？啊？这已经组装好了吧？废品加工机，在组装台组装。嗯，有点没太懂，为啥不让我组装呀 ？LT 切换。食槽，沙轮，这不就干完了吗？对呀，装完了呀，为什么好像不行呀？是出 bug 了吗？啊？水箱，调物，水箱这里还可以存水哦。好，沙轮，这个我组装完了呀，他为什么不给我说成功呀？
太懂，我们先回家看看啊，睡一觉说不定起来就好了。感觉这里是不是卡 bug 了？睡会儿觉啊，睡一会儿。哎，晚上12点前睡觉属于早睡啊。看来睡得不错啊。这小孩来了，这是谁啊？好可爱哦！东方主，这有你的信。素心，哎，送信人是吧？这是个。你好呀，我是素心，来给你送样报的。哦，这么好。要是你喜欢读报纸，可以去政务大厅外面的报刊亭订阅哦。之后你就能定期收到我送的报纸啦。好的，要去政务大厅外面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来这里，是不是还不熟悉啊？对这里，好的，让他带我们去看看。素心带领的沙石镇旅游团现在出发，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流浪鸵牛场。要跟着他走啊。哎，快走快走，他怎么跑这么快啊？这小姑娘感觉体力好好啊。去什么流浪鸵牛场是吧？哦，就这里啊。游客们往这边看，这里就是库珀叔叔、玛贝尔阿姨还有艾尔西姐姐的家了。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鸵牛场，让我们有鸵牛奶可以喝。应该还有很多别的事情。哦，你看那边有不少鸵牛呢，我每天都跟他们打招呼，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回应呢，听起来是这个配音做得很好。哎，我想鸵牛场还有在卖一些跟饲养动物有关的东西。以后如果我们饲养动物就来他这儿买，也许你会用得到，对吧？那我们出发去下一站吧。好的。想象你正在一辆观光车里，从手请勿伸出窗外哦。想象一下啊，跟着小女孩跑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镇子好大呀，沙石镇。哒哒，这就是马特尔湖啦。马特尔镇长的雕像啊，第一位镇长，还是个女镇长。在很久很久之前发现了这片绿洲，这里面的水我们都在用呢，所以千万别踩进去喽。厉害哦！看到中间那个脾气雕像了吧？那可是我的偶像。脾气。我以后还有，对面那个大大的水塔。存着很多备用水，波吉斯叔叔负责管理。哦、水还要找他买是吗？就可以去找他买水哦。啊，对了，你知道我们沙石镇的口号是什么吗？是玛蒂尔达奶奶想出来的呢。治沙防沙、虽然这不是我们的口号。哎呦。好啦，那我们的马特尔湖旅程到。那他们的这个应该是，那个吧，珍稀水源吧。哇，小女孩跑得真快呀。哎，我的斧头怎么不见了？这里就是沙石镇的政务大厅了，是不是很大？大人们经常都来这里讨论一些事情。我妈妈不去沙漠的时候就会在里面工作，海蒂姐姐也在这里上班，她修一些桥还有升级房子什么的。说起来，这不就是你要做的工作吗？就是我们工具人的工作。从火车站到这里的路就是沙石镇的主路了。造型工作室。阿尔维奥哥哥的杂货铺，薇薇奶奶的裁缝 铺，欧文叔叔的驿站，还有帕布洛哥哥的理发店都在主路上。那我们去下一个地。之后很多东西就是在这个主路这儿啊。哇，城镇感觉好。哎，这有个宝箱。哎，等会儿回来拿一下吧。我怕我不跟着他跑，待会儿找不到他了。玛蒂尔达，那个是不是他奶奶？这是啥呀？啊？
接下来请游客注意。哦，没错，光明协会。看见眼前的美丽建筑就是沙石镇光明协会。我们大家每周日都会来这里一起唱歌啊，就有点像教堂一样，是吧？给我们讲，不要做坏事，要做好事。每周末过来做祷告那种意思。我最喜欢跟大英雄皮皮有关的歌了，你下次也可以跟我们一起。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。要是你沿着右边这条路一直走，还可以看见科研中心和金鹅乐园哟。好了，我没别的要介绍的了。这里今天的素星旅游团就结束了。非常不错。我也觉得这里很好，有好多人都不喜欢沙石镇呢。为什么会有很多人不喜欢？我也喜欢，多好的地方，那就说明我们很合得来哦，以后肯定能变成好朋友。可以啊，以后我们来做朋友吧。好啦，工房主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至于我呢，我要顺道去卡多利阿姨的游戏厅玩一会游戏。只是工作需要，你要是有时间，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哦。玩游戏可还行？游戏里边还内置了游戏厅是吧？哎，我的那个斧头好像就是消失了，为什么 ？Hello， 你好，新来的。彭虎，沙石镇是有点危险。光明协会的执行者，哇，感觉好帅啊！我会把那些不三不四的家伙都赶跑。可以啊。Hello。送礼、切磋、斗兽牌，斗兽牌是什么？每局游戏有四回合，每赢一回合获得一颗星，游戏结束时算星星比分。大象吃狼，狼吃大象吃狼跟猫，狼吃猫，猫吃鼠，鼠吃象。OK， 不同的 NPC 有不同的出牌策略，留心观察才能点击牌打出每轮会。OK， 好。那我们来玩一下，希望你是个厉害的对手。他出的什么老鼠啊？那要出狼，哎，他就动不了我，对吧？出老鼠，出猫。啊，他为什么获得了星星呀？哦，对，他克制我。大象。啊，我获得了一颗星星啊！啊，他的猫鼠，我感觉我应该出大象。啊，我输了，感觉这个游戏是就是要猜测对方的心理啊。Farewell， 就是你要预判对方会出什么牌，有点难的哦。哎，是从这儿下去吗？我们还得回我们的这个工房啊。完了，我已经忘记怎么走了。看一下我们的工房，我的家可以设标记吧 ？A 键标记一下。OK。哇，我们走了好远啊！家走的那么远的地方。这里能跳下去吗？可以。我们好厉害啊，飞檐走壁的。这是什么店铺啊？先回去看看我们的这个组装啊，为什么这个废品加工机还没有组装起来？不理解呢。哎，这对这有信。看一下风滚草新闻。老梅森退休啊，两位新工房主即将上任。OK， 以洛根为首的沙匪依旧在为啊，本月27号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追忆日活动。广告位招租可还行，还可以收藏着啊。一封家书。孩子，你才走了几天，我和你爸爸就已经开始想你了啊。这是我妈妈给。寄过来的信啊，拿到了一些钱，拿到了一套衣服、肉干，可以啊。最挂念我们的还是父母啊。完成啊，果然，你看昨天是不是就是 bug 了？这完成了，然后我们再去找一下延安啊，搞定我们的任务啦。而且我们的那个斧头怎么就不见了呢？是不是也是 bug？
明明昨天睡觉之前还在我们手里的。废品加工机做好了，挺能干的年轻人。以后造东西要是遇到什么困难，就看看那本工坊主手册吧。啊，不用，不会问你的，放心。麻烦别人。行了，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沙石工坊的基本知识。通常这些政务工作都是镇长杜地来办，但现在他在外面办事。镇长去哪儿了呢？你没听说吗？他去尤弗拉沙漠研究种植去了。要我说，这沙漠……对了，我这儿正好有些用不上，那你现在赶紧去政务大厅找马蒂尔达注册工坊吧。 OK， 那我们要去找这个马蒂尔达。这是什么商会商店？哦，可以在这儿买东西。哎，我们的斧头在呀。好，我们先去注册一下我们的工坊啊。感觉这一座很好玩啊，领导什么做的都比第一代要好很多，整个镇子的这个面积是吧，也比一代要大了很多。哎，什么人？哦，我们刚刚不是见过面了吗？是那个新来的工坊主。对呀，我差点把你看成洛根的同伙。看看你这样，我们刚刚还打过那个动物牌呢。这鸡胳膊鸡腿的也太弱了。你就跟那小弱鸡一样，沙漠。嗯，好，决定了，就在5秒前。战斗教学，哎，开始吧。走吧。他要给我们教学战斗啊！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？这儿可是锻炼意志力的地方。锻炼意志力。要是你不够强， okay，可沙石镇的人经常来这里锻炼他们的身体。我还可以选武器啊！看一下啊，石质大剑。石枪、石匕首、石剑、石质剑盾，我们来个大剑怎么样？但是感觉攻击会很慢。怎么攻击啊？过来攻击我！二臂攻击。哦，没吃饭吗？就这么点力气？他嫌我们攻击力太低了是吧？不错，有点力。打破他的防御。每个对手都有韧性，攻击对手削减他的韧性。还挺有劲儿，哦，终于把我给挠疼了。对方已经有破刃状态，连续攻击。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，别让我无聊。好，破刃。哎呦，闪避。哇，这。藤虎你也太强了，会太强了，完了没打到。哦哦哦，我操，人家打我一下，小弱鸡打这么多血，被我一眼看穿，这我能打得赢？注意你的生命值啊，掉为零的话。哎，他这个战斗教学还必须要赢，好像。好了，我也玩够了。哇，结束吧。你这欺负我的新兵吧。我今天这课就叫千万不要挑战彭虎。怎么样，由我教你，你不可能学不会。走之前再提醒你一句，赶紧回工作台造一把武器。行吧，看把你牛的，不就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吗？我们是靠智商取胜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马蒂尔达，我们刚刚其实遇见过他。来注册一下我们的工坊。你好，你就是新来的工坊主对吗？我是光明协会的会长，既然你来找我，那说明你在岩那里已经合格了。好的，我们的工坊名就叫，想想啊，叫永无岛吧。Neverland 就是，哎哎，他这好像看不到，那我们就打英文吧。 Never L-A-N-D Neverland OK。 我来看看，就是那个小飞侠里边的啊。
回头如果想要修改工坊名，可以来政务大厅，这里的商店有出售工坊命名工。恭喜你，现在你可以正式运营你的工坊了。把订单贴在商会，以后多去商，期待你和米安的表现。好，通常我们每周日晚上会举行例会，但明天晚上我们就会把大家聚在一起。明天我们要欢迎你和米安的到来，大家，大家，那就到时候见了，工坊主。好的。哎，搞定了啊！工坊声望什么都，还解锁了成就，居然。哎，回家喽！前往商会回复言，好像还给了我们一个工坊主的执照啊！这个执照我们要把它贴到哪儿啊？待会儿贴到家里啊，是吧？主，你也收到严的消息了吗？没有哎。他说有什么紧急情况，咱们赶紧去看看吧。有啥紧急任务吗？这个米安感觉像跟我们就是又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啊，有点像宝可梦里边那种劲敌。你是个好吃懒做的东西。完了，我和我的兄弟们受够你的借口了。严总被人打了。洛基大兄弟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谁跟你是兄弟？自打梅森退休后，你就说你亲自来做，结果呢？一开始说你感冒了，接着是你的乌龟生病了，今天我才发现乌龟生病了，可还行？没养乌龟，你知不知道我在这上面已经亏了多少钱了？笑死了！今天我必须得好好揍你一顿，我也不住了。但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规矩。等等，洛基大哥，我这不是正为你打算着呢。刚好商会招了两个新，正好把这个活丢给我们干了，是吧？这次肯定没问题。哎呀，你看他们来了，绝了！我们好像来的不是时候。由弗拉回收公司，他现在有个紧急订单。这不，梅森退休了，几个月了都。洛基的订单就一直没问题。我想我们正好需要练大单子来了啊，赚钱的机会来了。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接到第一单。看，他们都说了没问题。看在你的新伙计面子上，我再给你们。行了，交给我们吧。听着，工坊主们，这位洛基和他的工人们一直在失乐园遗迹回收废品，也就是洛基兄弟的订单呢，就是让我们修两个升降吊车。升降吊车。抱歉，让你们两个接下这么大摊子。要怪就怪你们的严会长太无能了。这个会长真的是好丢脸啊。严，如果你们想找什么零件，可以去我们公司后院里边那堆废品看看，就在失乐园附近。好的。一般来说去我们后院都要收费，但既然你们是来帮忙的，就拿上这辆吊车，完成了之后再帮我安装一下。李红已经给了我们吊车图纸了。我最近这不是背痛的毛病又犯了，又找借口。哎呀，生意来了。从图纸上来看，光靠捡是凑不齐这些零件了，还需要造出熔炉。咱们确实得去洛基说的后院。好吧，我们得赶紧一起加油吧。我好像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衣服，熔炉，看一下要怎么造啊，感觉好难的样子。他们那个什么废品回收站是在哪儿啊？看一下，估计得先造一个熔炉出来。石槽要两个，石头十二个，石英、木棒需要木头六个。OK， 我们先造一下木头六个，这我们是可以做的啊，木头六个。哦，不行，我们先木头不够，那先做三个啊。那还得再去找木头，石英好像也得去找。应该怎么砍啊？看一下啊，
把这个斧头，哎，怎么拿上去啊？移动。OK， 还给替换下来。斧头可以砍树，对吧？但是这里好像没什么树，所以一般只能靠这个捡垃圾，是吧？嘿嘿。我们简直就是捡垃圾小能，我靠，这是他们拉的便吗？可以吃吗？哦，又升级了。杀面虫。OK 啊，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试玩抢先试玩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。然后今天给大家试玩的这个游戏是刚刚发售的这个国产游戏啊，《沙石镇时光》啊，是一款很好玩的这个牧场模拟经营养成游戏，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找一下啊。游戏目前也登录 Steam 以及 WeGame 平台。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啊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，欢迎评论、收藏和点赞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